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计策》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22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奇级的玩具。现在这个地方不是我的房间啊，我呢在等一个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带了几个玩具出来，因为我预计他一定会迟到啊，所以我就带了几个传奇级的玩具呢在身上啊。果不其然呢，这个时间已经漫长到呢，让我可以录一集开箱影片了啊。那也是一个小挑战吧，这个在全家便利商店做开箱影片，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我今天讲话比较小声啊，毕竟我们不好意思妨碍到其他人。那这也是传奇级玩具的一个优点，小，你可以随时带着它出来玩啊，它可以消磨你的时间。而且呢也可以让我维持稳定的影片更新啊，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啊。这个等待的过程呢就没有浪费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有时候你有一些约啊，你可以考虑提早到啊，那可以先预备做一些其他事情。那如果说等待的人迟到的话，我们也有点事情做啊，大家就保持一个没有空白的状态啊，这样呢你也不会把对方迟到这件事情看得比较重啊。反正你迟到我就做我的事情了啊，人家会觉得哎，我们这个人蛮会安排时间的。好吧，废话讲太多了啊。这个呢是 Legion Class 的 Ratchet 的电影器啊，应该是不晓得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的模具了啊。那我这里有手上有三个啊，绿色的版本，然后这个绿色版本的话呢是这三个里头我觉得算是综合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配色。然后这一款的话，这个应该是老肖当时有做过这款玩具的影片，那这个是应该是电影的一个配色。and 这款黄化的状况比较严重，这是 G1 配色，红头的就是 G1 的配色。那这款 Ratchet 的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的变形过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人形啊，首先它的轮胎呢是在手上啊，这一点的话呢跟Voyage Class 或者是其他的系列吧，轮胎应该都是在肩膀上，比较可惜啊。但是它是个 Legion 级的玩具，那可动只有手臂，可以360度的转动。那脚的话呢，你往侧边踢的话，就是会恢复到车形态，所以它基本上呢，腿也是等于没有可动的了啊。那这个腹部呢，都有活派的标志啊，细节刻画还算可以吧，有点肉。背后的话呢，就这么回事。那它后面有一个备胎，天哪，备胎以为打铆钉啊，还能转动啊？现在的玩具真正的轮胎也不见得给你铆钉 啊，算了，这也不是很重要啊。那我们的话呢给各位示范一下这一款 Ratchet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妙啊。首先的话我会建议把手臂翻起来，然后整个身体往上翻上去，再来的话呢穿到这儿，把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手推进来，这里有一个卡扣啊，把它给松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往中间集中，这里把它扣进去。那中间这两个手臂这个地方我觉得不结合好像也无所谓啊，再来把腿的话呢直接往外翻出去啊，到这里扣上，另外一侧这样扣上，然后这个腿啊这脚再往下翻一下就行了。那中间这里的话会有一点松动啊，但是无所谓啊。 anyway 这个非常精妙的一个变形过程就这么样的完成了，非常非常的帅气，滚动性也是非常的好啊，赞啊。那刚刚那个变形过程呢，大家看了有没有很过瘾？其实它的变形过程呢，如果你换一个方式来变，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猥琐了啊。你看，如果我们先变好手部的话呢，就会变成是一个自己摸自己的一个非常猥琐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很无聊的发现啊，对不对啊？超级无聊的一个发现啊。这个传奇级的玩具吧，非常赞啊，非常好。这个的话中间这里特别松啊，但是滚动性丝毫不影响啊，非常的帅气。那最后这一款的话呢，我们就正经一点把它变完啊，这样子过来把它给推进去啊，几个步骤就完成了。Legion级的玩具呢就是这么样的疗愈啊，这么样的疗愈啊，这样包起来。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载具的状态啊，一样是一个悍马车的一个形象啊。那上方的轮胎也刚提过了，它是可以转动的啊。那它一样有一个心电图的一个形象，那后面是有个空洞空到这里啊，我相信100个人看到都会想要把手指头伸进去啊，这个实在是很奇怪，有洞就想钻
啊，看用什么大小尺寸合适的，我们就给它转进去啊。那么这个是电影的，不知道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吧。然后最后这个应该是居然配色，它的芯片图是红色的啊。好的，那么非常精妙的一个变形过程，车型的话呢也很漂亮，滚动性也很棒啊，非常适合随身携带的小玩具。那李锦记的玩具呢如此精妙，就利用这期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